彰化县各界春季国商大典暨因公殒命官兵追悼大会祭典，29日青年节上午分别在忠烈祠、国军忠灵塔及军人忠灵祠等处举行，由县长卓伯源及陆军第十军团指挥官赵克达担任主祭，民政处长邱世平、宪兵一队官兵和国军忠烈先民遗组各机关代表等百余人陪祭，场面隆重庄严。今天是春季国殇329的日子，今天由我们彰化县长卓县长率领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参加我们忠烈祠，还有我们的国军忠灵塔，他们的军人公墓忠灵祠的祭典对我们的这一些为国捐躯因公伤亡的烈士表达最大的敬意。今天也有开放我们的忠烈祠，还有我们的军人公墓，还有忠灵塔，也欢迎我们各界到这个地方来参与我们的祭典。卓县长表示，忠烈祠、忠灵塔及忠灵祠内供奉为国家民族因公捐躯的英灵，每年春秋两季举办国殇暨因公殒命官兵追悼祭典，除了表彰众烈士们成人取义的精神外，更对社会风气与传统文化有潜移默化的功效。公益频道张华允彰化采访报道。